现在自己是个自信的还是自卑的人？可能自卑还是多一点吧。霍建华首接求婚过程，吐露自卑心境。霍建华与林心如今年七月在巴厘岛浪漫完婚。现在我们成为夫妻，那是我更幸运的事情。更幸运的男方日前上节目畅谈私生活，揭开 Happiness 面纱下原来有阴暗的一面。私底下我你不这样的，我不这样的，我会想躲起来，我不想让人家看到。他也吐露自己性格自卑源自于小时候父母离异所带来的影响。是你说咱们结婚吗？还是心如说咱们结婚？谁说的？捅破那张纸，是我吧？就是一个好朋友的聚会，这样自私人的他的朋友给他一个。六个月，老公霍建华只要在台湾，一定陪运气到处走走。霍建华没啥物欲，唯一兴趣就是爱走路，从南京东路家走到国父纪念馆，来回三趟也不嫌腻。如果人在外地拍戏，也一定要和老婆热线半小时以上。他也希望将来女儿的个性和长相都可以像林心如。娱乐动新闻，真是心想事成呢。报道。